啊，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最年轻的人是多少岁呢？是17周岁。零零后立遗嘱是首度发布啊，零零后立遗嘱2020年呢有104份，到2021年达到了119份。零零后呢和其他人群最大的不同，他们的房产极少，只有1.8%的人拥有房产。微信账号、QQ 和支付宝成为年轻人，特别是九零后、零零后的重要资产。